今天有一台利荣航空 B79091 的哈，今天从松山飞往南竿，那在抵达南竿的时候呢，它降落的时候就爆胎了哈，后来就又重新起飞，最后就回到了这个松山机场。那现在松山机场是关闭的状态，那我请教一下部长对这件事情跟局长有没有掌握？是有那个局长来说明，来简单说明就好。是报告委员，我们虽然在会上，但是有掌握这个状况。嗯，那它没有降落，它是重飞。嗯，重飞的时候右边主轮三四轮撞到，嗯，所以有受损。受损以后，因为南竿机场跑道比较短，我们就让它回到松山来飞。好，那现在这样子，11.08分降落。好，因为上面总共加上机组人员，这样有74名嘛，哈，目前都没有任何的状况，然后也出动了相关的这些消防车等等的去救灾。那整体会影响到的航班，因为目前有一些即将要降落的航班影响到了，那有多少的航班被影响？那预计会影响多少时间？那松山机场预计何时会继续的恢复运作？报委员，他11.08分下来，那我们消防队早就在旁边等，嗯，所以空中其他的飞机跟地面的都只能先暂停。所以现在你有没有掌握到应该要降落的航班有影响到多少？是，现在还不清楚。降落以后是在跑道上，那就要去脱离。因为现在我们有日航，还有包括华信的，以及从印度要回来的这些的航班，目前都还没有降落，所以这些讯息有没有掌握到呢？目前空中的先转降到桃园。嗯，那起飞的可能要等跑到清晚，确定没有障碍物再起飞。那所以是不是本来是预计是下午1点可以恢复运作，还是如期吗？报告委员，道长，他刚才那一架日航班机上面有29位有印度旅游史的旅客，那现在已经安排在我们的隔离候机室进行疫调，嗯，等一下也安排好了，会有2部防疫游览车直接送到集中检疫所。嗯，好，那除了这个日航的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华信航空的，这样好了，等一下，主席可能会有。因为他发布的 Norton 是到1点，关闭到1点，所以会如期开放。我们尽快来清除飞机。好，那个上面也要确认没有障碍物才可以。了解。